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主线詰辩无愧折獄論非主线狼戾亡命群兇未定星穹鐵道 2.4 版新增任务合集前继狼封受害鸟精罪辨无愧折獄論非狼戾亡命群兇未定同行任务铸剑为离。这天机将军说起话来竟也头头是道，我就开门见山了。起初星穹列车受通缉重犯星河猎手的引导前来此地，试图解决星河危机，可凡在银河行走的是个人都应听说过星河猎手的昭彰恶名。除罗浮外，宇宙中还有不少遭受星河侵蚀的世界，列车之前停靠的亚利洛六号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列车而言，星河的存在会阻塞银轨，加剧跃迁风险。星河造成的那些问题我也有所耳闻，列车连接诸界理应对此接诊，报告提及药王秘传魁首丹书心怀不轨，与可丹书不过一届丹士长，竟如此手眼通天。我和丹叔有过一面之缘，他的挚友死于方湖的战争。复仇，这同样是一种训练。但这个问题应该由丹叔自己回答。可惜丹叔已死，就连尸骸也碎成了一捧粉。报告宣称绝灭大军幻龙是因在与你们一行同路时，他以天博斯某位节度使的身份示人，而后又蒸发得无影。我们与罗浮的福太不一起行动，他也见证了幻龙露出真面目，你该不会连自己人也不信吧？太捕福玄是罗浮重臣，他的证词自然可以信任，但实在抱歉，幽囚狱中的我会召来接引就医将军所。奉景元将军呼召，我等开启入口备妥文书，在此接引。问自此处引来极境洞天北豪风的寒气，饶是生命力顽强的长生种也抵受不住。两位听见什么响动了吗？让我看看怎么回事。香龙堆叠，真是碍眼。判官大人，这边到了吗？这儿可点灯锁。
还是动脑省事。两位，路已开启，一旦下到幽域之底，绝不要轻举妄动。奉师王敕，凡有脱狱劫狱者，不尽杀伤。是。守住此地。遵命。要想尽快抵达幽狱之底，必须借助某些工具。随我去下一层。道路断了，一定是有人更动了机关。无妨，稍加操作便能打通。幽囚狱中道路难行，有些民差偶尔为了贪图脚程便捷，借用公造私里的机巧来去穿梭。狱内本是禁止使用幻境化屏之类的装置，以免便利了犯人逃离。如今事急从权，也顾不得什么命令了。断狱轮药已经打开了通路，希望我们来的还不算晚。姐姐，你要坚持住。让我瞧瞧，若是能修好它。寒牙小姐，时间紧迫，再拖延下去，不离人恐怕将会逃离监狱。好，若是路上能发现那位逃脱的药青使者，阻止呼雷逃离，也许才是最优先的目标。每一场胜利都来之不易。我们必须在不离逃犯离开前封死大门。幽狱五变和机关拖不了他们太久，随我来。快到了，前方不远处就是门关。干的是啊。每一场胜利
都来之不易。用这副身体